群山掩映之中，斑驳的古道不断向外延伸，昂然伫立的关隘近在眼前。他提醒人们，这里是宣威。马铃声声响起，衬托着小城的宁静安详。推开古朴的宣威关城门，厚重的历史文化便在眼前铺展开来。这是一座横溢笃定的西南古意，也是从容耐心的云腿之乡。悠久的历史赋予它丰厚的文化积淀和璀璨的人文景观。深邃的尖角洞古文化遗址吞吐着千年的历史风云。五尺道上的声声马蹄诉说着南方丝绸之路不朽的荣光。百年传承的手工艺品凝结着宣威人的匠心与汗水。飞升海内外的宣威火腿曾获孙中山饮河识毒的赞誉。它不只是餐桌上的美味珍馐，更是宣威人用恒毅与笃定发酵出的文化标识。它让宣威人懂得时间的馈赠，珍视耐心的宝贵。身为滇东门户的宣威，在历史的打磨下焕发出恒毅耐心的光彩，在文化的交融中培育出宣威人笃定从容的精神气质，激励着宣威人在新的征程里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可渡弹丸岩驿，南通六兆，北达三八，东连金柱，行旅官场，络绎扶凑，孔道也。宣威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南望昆明，北临贵州，身居滇黔要道，是古代由中原入滇的重要节点。秦代朝廷在此开五尺道，因道宽五尺而得名。五尺道依山而行，曲折蜿蜒。这条古道引起了宣威简史主编王索邦的兴趣，他多次前往探寻五尺道对宣威这座城市的意义。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开通了从宜宾到曲靖的五尺道，啊，五尺道的开通加速了西南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步伐。古往今来，五尺道上的行人一步一个脚印，追寻遥远而瑰丽的世界。青石板上，经马蹄踩踏留下的深深印记，见证了千年古道的繁华与沧桑。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带兵路过宣威，遇北盘江阻隔，忽听探路士兵来报，前面江水猛涨，但有舟楫可渡。诸葛亮大喜道：“可渡就好。”于是可渡就成了宣威的别称，这是当地有关可渡的由来流传最广的说法。汉武帝建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在这里面就设了淳马县。公元1381年，明王朝呢调动了人马平定云南，进入翟宇宙以后呢，
就在那里设了个官叫鲜卑官，所以这个地名的由来呢，是由鲜卑官到鲜卑州这样一个演进过程。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征南大将军傅有德进兵西南。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此建宣威官，寓意宣播朝廷之威德。此后，宣威这个名字便和这片土地捆绑在一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威这一地名依然沿用。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批准，改宣威县为荣丰县，直至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又恢复宣威县名。随着宣威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宣威撤县设市，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五尺道是宣威历史的见证者，它像一个古老的生命，在崇山峻岭中蜿蜒攀行，刻满了宣威人的行行足印。这座静立西南一隅的小城，承袭了遥远的使命，恒毅笃定的文化特性也自此埋下伏笔。1983年，文物普查组在宣威一座名为尖角洞的石灰岩溶洞中发现一批石器和陶片。经考古鉴定，该洞穴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宣威这片土地的人类文明由此显现。现在我右手边这个呢，是我们宣威格仪尖角洞遗址的一个场景复原。从这些出土的器物上来看，它有这个百越文化的一些特征。宣威市文化馆党支部书记滕世万多年来研究宣威历史，对宣威历史上的重要节点有过深入了解。其实历朝历代中央王朝都没有放弃对云南这块土地的这个管理和统治，他采取的是以夷制夷，由这个土司呢进行世袭的市的管理。从生产力来讲，肯定是跟中原还是有差别的。当然到了明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明洪武十四年，大将傅有德等率军深入云贵高原，平定曲靖，北进乌撒。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宣威。为巩固西南，傅有德班师回朝后，由沐英率数万士兵留守云南。来自中原的士兵与当地人一同开荒垦殖，逐渐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原文化传播开来，史称洪武开滇。随后大量中原人拥入宣威，自此中原文化与滇缅文化的交融进一步加深。一直以来，宣威这个地方它就是属于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一般习惯说宣威是中原文化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大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原农耕文化在宣威日趋繁盛。乾隆年间，江西进贤拔贡饶孟明就任宣威知州，引进豆麦示众。民国宣威县志稿载，当时的宣威南豆二麦勃然已生，亚亚鸡声因之顿起。农耕文化在宣威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宣威市普利乡，有一处占地约3000亩的博火梯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宣威攀枝嘎村，山高谷深坡陡，人多地少难耕。为了改善这一情况，宣威人筚路蓝缕，经过四年奋战，将崇山峻岭化作一亩亩田园，为宣威精神提供了当代最鲜活的注解。也就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人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直到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宣威人能够吃苦耐劳，这个跟我们的从小的可能这个生存环境，这个还是有一定关系，养成了宣威人这种勤劳啊，敢干事情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经过历史漫长的打磨，宣威人恒毅持久的精神传承下来，这里的每一行脚印都与蜿蜒的五尺道交相辉映，每一滴汗水都融进了宣威的山川湖泽。宣威人用自己的双手重新诠释了古老的宣威精神，笃定的信念终究不负时间的馈赠。每年秋天，宣威都会举办盛大的火腿节，老百姓一边欣赏当地民俗演出，一边品尝各式各样的宣威火腿。宣威火腿肉质鲜嫩，咸香回甜。清雍正年间，宣威火腿就以身穿绿袍、肉质厚等特点享有盛名。管生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几十年制作火腿的经验。每至小寒，他便开始着手腌制火腿。鲜腿随物复形，小的修成柳叶形，大的修成琵琶形，而后上盐腌制，堆叠码放，保证盐分被充分吸收。我们先火腿的盐巴就稍微要重一点，像说我先做这个火腿了嘛，那么就是啊，摆上两年或者到三年了嘛，啊，到时候啊，生啤吃了嘛，跟西班牙的对比了嘛，啊，要香一些，然后那么就是啊，有回甜的感觉。民国宣威县志稿记载，宣腿著名天下，气候使然。宣威火腿的独特风味取决于当地的气候环境。春天，温暖干燥的季风蒸发了火腿中的大量水分，细密的猪肉纤维中酵母菌生根发芽。时至端午，蛋白质和脂肪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开始产生变化。中秋时节，季风湿润，火腿开始身着绿袍，腿肉变成玫瑰色。蒲恩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对火腿品质的检测上，他一直保持最传统的方法。讲起我们宣威火腿来，有四句话，就是形似琵琶，身穿绿袍，山珍清香，吃起来呢是肥而不腻。山珍呢就是上、中、下，每针呢要用这个骨针戳进去，要这样戳进去。蒲恩勇手中的针，即为牛腿骨制成的骨针，在不破坏火腿肌肉纤维的情况下，刺入火腿上中下三个位置，清香随骨针缓缓流出。之后看火腿外观是否身披绿衣，满足这些条件才是合格的宣威火腿。
三针清香呢，它是用来鉴别这只火腿的品质的，啊，只要把三针戳进去，滴出来闻了以后，三针都是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就非常好了。民国时期，云南实业家蒲再廷开发出宣威火腿罐头，大受欢迎。孙中山曾为蒲再廷题赠“饮和食德”。孙中山为其题字后，人们不解为何“饮和食德”四字皆少一笔。后人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揣度中山先生的用意。他希望借此告诉蒲再廷，在为民造福这件事上，永远要多做一点。此后，火腿便寄予了宣威人对德行的坚守。传统用来制作火腿的乌金猪肉质紧密，期间脂肪含量高，但需3年才能养成，产量极小。由于引进外来猪种，当地养殖的乌金猪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优质原料猪种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这时，有一群人为了保住这份极致的美味，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努力。2006年底，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教授鲁少雄来到宣威，他被赋予一项特殊的任务。乌金猪作为原料来腌制的火腿呢，才叫宣威火腿。所以我们谈到宣威火腿，一定是离不开乌金猪的，就使得我们就想到怎么样在乌金猪基础之上，能不能培育一个新的品种，来解决宣威火腿产业发展的优质原料腿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鲁少雄和同事们在图书馆里遍阅资料，在实验室一次次比对，他们花费10年时间，经过8个世代的连续选育后，宣和猪诞生了。宣和猪既有乌金猪耐粗饲、肉质紧实的特性，且生长快、产量高，这是中国第一个针对火腿产业培育的新品种，对促进宣威火腿产业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块火腿见证着宣威历史的深刻变迁，讲述着宣威人对时间的敬畏。漫长的发酵与随之而来的演变，成为宣威精神最生动的意象。在不少宣威人家中，都能看到一种造型奇特的烟斗。宣威民间流传“猫儿斗，家家有，好吃烟，好打狗”的民谣。铜斗处形似猫耳，外包铜皮，换之为猫儿斗。猫儿斗制作始于清光绪年间，短的有5-6厘米，长的可达1米多。1米来长的猫耳斗可重达4至5斤，由于木质坚硬，在古时还可用作防身武器。哦，你今天在呢个？啊，我来挑几块木头给你。你准备好了在这里？那家知道啊？你看，我看看去。李存勋是龙场镇猫儿斗制作手工艺人，李家世代制作猫儿斗已有100年历史。李存勋家中存放着50年以上的乌木，乌木质地沉重厚实，去皮曝光后纹理清晰古雅。阴干后需经挖斗、镂空、曝光、雕饰、上釉，制成烟杆。
烟锅烟嘴的制作更加精巧，将白铜熔铸定型后蘸花，金花蘸一锤一蘸一点，形成麦穗、花草等图案。我做了30多年啊，我从15岁就开始做了，现在50年了。我们这个汉药是我们自己配制的，这就是我们铜匠的祖传秘方。汉在这个铜制品上看不见任何接口，而且牢固耐用。用红铜丝镶嵌上丝箍，经高温熔铸，红白相间，浑然一体。因为马帮帮头，他用了我们这个猫耳朵，也是一个标志啊。只要看见猫耳朵，一般手下都认得是它是帮头。还有个好处的，它是可以防身。古时宣威因处交通要冲，往来马帮络绎不绝。在人烟稀少、山高林密的五尺道上，马帮出行时常受野兽、草寇的侵袭。这时，猫耳斗成了马帮人防身的利器。猫耳斗守护着五尺道上的平静，身后的家乡便是他们从容前行的动力。马帮兴盛，促使宣威诞生了不少相关工艺，马褥子也是其中之一。家住海岱镇的严粉吉有几十年制作马褥子的经验。马褥子那些年，这个开哪点干嘛都要骑马打造的，像软和，只要边上的边没放散料，这个可以用几十年，可以甚至百数年。民国宣威县志稿卷7中，详细解释了马褥子的栽绒工艺。左纺毛线甚粗，用麻线为茎，毛线为尾，随枝随割，而留其头为绒。若栽之于其上者，然可大可小，可长可短。当地人家中有上百年的马褥子，至今完好如初。一件件精美且实用的手工艺品，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猫耳斗陪伴马帮人一路披荆斩棘，行至缅甸、泰国等国家。马褥子上浸透了马帮人的汗水，勾勒出万里之外的世界。他们将云南特产播撒至遥远的欧洲大陆，也将坚韧笃定的气质永远地留在宣威。云南19怪，躺躺豆腐拴着卖。每天放学时，宣威市躺躺镇的老街上总聚拢着一群买黄豆腐的孩子。用细麻绳串成的黄豆腐从瓦房檐口垂落，像一重重金黄的流苏，咬一口，喷香弹嫩，深得宣威人喜爱。古时，土地贫瘠的宣威，农作物稀少，人们更是不知如何制作豆腐。直至中原移民的到来，才使得豆腐的制法渐渐在宣威传播开来。
从此，宣威人和豆腐的缘分就此展开。时至今日，宣威依然沿用了当时从中原传入的豆腐制法。每天清晨五点，陈慧群便会起床开始劳作。他已经在堂堂镇老街上卖了几十年豆腐，纯熟掌握着每一道制作工序。我做的豆腐就是用这个锅掌，不用蒸汽，锅掌的磨的豆浆，整出来它要细腻，吃的要细得多，嫩得多。豆腐鲜嫩可口，营养丰富，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迅速在食材匮乏的年代里成为宣威人日常餐桌上的主角。洪武开滇不仅为宣威带来了农作物和生产力，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丰收的渴望。宣威人用本地特产的姜黄磨粉给豆腐染上金黄色，将豆腐三煮三挂。一煮一挂，软嫩的豆腐表皮随即变得弹韧，再煮再挂，紧实的表皮锁住充如果说黄豆腐体现的是宣威人对丰收的渴望，有一种艺术形式则体现的是宣威人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宣威人善歌舞戏曲，古时人们借歌舞吟唱敬神自娱，祈祷来年风调雨顺，这便是花灯戏的雏形。而后，中原移民的到来打开了中原与宣威的文化通路。来自中原的戏曲重塑了这门艺术，使花灯表演渐次丰富。咱们云南花灯是地方的一个戏种，它是发源于草根艺术，现在慢慢的走向了舞台。我们花灯的崴呢，大家都知道，这是颠簸崴。哎，反崴带起来，知道吗？福林来自花灯戏世家，有30年从艺经历。在他眼里，花灯戏是宣威民俗中最有特色也最出彩的一个。青花灯呢，它也是云南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从明朝初期到现在至今有600年的历史了。它也是融入了这个花灯、山歌、小调、跑社、庄村、跑舞坊跟舞龙耍狮，它融在里面，又吸收了各个戏种，形成了咱们宣威一个独特的一个花灯。时至今日，花灯戏吸纳了滇剧、话剧、地方山歌等表演特点，形成载歌载舞、朴实欢唱的独特风格，深受当地人喜爱。一场热闹的花灯戏，寄托了宣威人对风调雨顺的期盼和对当下生活质朴的赞颂。一块小小的黄豆腐，浸染上了宣威的颜色，也凝聚了宣威人对丰衣足食的向往。为了这些美好的愿望，宣威人从未停止过努力。
正因如此，这座城市才能在历史上绽放光彩，也能在新时代收获成功。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田间，露珠挂在马铃薯苗上闪着金光。傅耀佐早早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古时，马铃薯传入宣威，在宣威种植历史悠久，现如今它已是当地的优势农业品种。傅耀佐祖祖辈辈生活在宣威，和农田打交道，他挨过苦，受过穷，但最近几年宣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去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傅耀佐将自家的马铃薯和蔬菜摆上电商平台的货架。他向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讨教电商知识，逐渐掌握了电商平台的运营技巧。现在，傅耀佐不仅在线上生意红火，也在线下打开了一片新天地。经过政府的推荐，傅耀佐家的马铃薯被送到北京参加农业博览会，也因此接下了不少订单。从2017年评分火，政府家就给了这个5万块钱的无息贷款，然后因为这个贷款给了你，我就拿了来买这个洋芋种来发展这个洋芋，基本上贷了20多户为了我发展这个种植，生活嘛以前嘛。科技和它的应用发展道路上，应该说云南尤其我的家乡这块，应该说做了还是历史性的贡献。而且这种液态金属整个的工业和研发和科学逐渐得到认同，一大批人汇集过来，那么它现在就逐渐的达到一定体量，而且未来的爆发点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晰了。目前宣威已经建成年产200吨液态金属系列产品生产线，液态金属钴研发中心及科技馆，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相关发明专利200余项，液态金属钴项目入选2016年云南十大科技进展，显示出强大的科技实力。近年来，
宣威的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从默默无闻走向举世瞩目。在政府的扶持下，宣威农业大市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扶贫政策的落实让当地人迈入小康生活，绿水青山成为宣威新的名片，吸引了四方来客。世界第一高桥拔地而起，犹如这座城市昂然挺立的风骨。走过千年历史，纵览百年风云，宣威人的恒毅笃定终于结出最美的果实。在崭新的发展时期，他们秉持恒毅笃定的宣威精神，必将创造更大的惊喜。漫长的发酵孕育出时间的玫瑰，悠远的过往凝结出恒毅的信仰。宣威人不疾不徐，用恒久的付出追寻最绚烂的梦想。乌蒙山巍峨磅礴，可渡河浩浩汤汤，五尺道上一行行踏破青石的足印，山高谷深中战天斗地的大寨建设，为宣威精神注入鲜活的注解。这座宁静的小城继续从容地努力着，等待下一次收获。千年历史映射着今天的辉煌，人们有理由相信，恒毅笃定的宣威故事正在开启崭新的篇章。五尺道绵延千里，见证着火腿之乡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恒毅笃定的宣威人将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